美拉德色系不是今年很火吗？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万能的美拉德色系的搭配方案，就是任何颜色的棕加一个牛仔，你就会发现只要是用这个色度搭出来的美拉德色系都会非常的时髦。比如说拿一个任何颜色的棕跟这种焦糖色，它们都是属于美拉德色系，但是当它穿出来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咱们这一身就会有一点点小小文艺的感觉。我们一般在穿这种牛仔加棕色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会有很多叠穿的需求。比如说我刚刚咖色，我就是浅色的咖，蓝色我就深色的蓝，他们这样子的色度会和谐很多，这就是穿搭的高级感。再来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入一个进阶版，保持蓝色加棕色不变的情况下，然后做一个叠穿的感觉。所以大家赶紧拿衣柜里的单品去试一下，控制在两个颜色，就是蓝咖这两个颜色哦。